欢迎来到名人 VTV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赵露思神隐档期已定，剧情唯美，全员高颜值，古装剧又有盼头。电视剧《神隐》是一部什么样的古装剧？是一部让人惊艳的神话传奇。《神隐》的剧情改编自辛夷坪的同名小说，主要讲述了新一代凤凰寻找遗落的元神，与真神之子携手历练世间的成长和爱情故事。这是一部充满了仙气、神韵、趣味和感动的东方神话传奇，让人一看就沉浸其中，难以自拔。该剧的原著小说在网络上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粉丝，剧情紧凑，人物鲜明，情节跌宕，引人入胜。该剧的编剧也是原著作者辛夷坪本人，保证了剧情的忠实度和完整度，也让原著粉丝更加放心和期待。剧情不仅有浪漫的爱情，可以说是一部集合了各种元素和风格的全能古装剧，无论喜欢什么类型的古装剧，都能在《神隐》中找到想要的。《神隐》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强大，全员高颜值，堪称古装剧中的一道风景线。女主赵露思和男主王安宇分别被赞为花中佼佼者和阳光大男孩，两人的组合成为最受期待的古装荧幕情侣。赵露思近年来主演的多部作品都成为爆款，此次再度出演仙儿古装，表现值得期待。王安宇在古装中的表现也受到认可，他的真神之子形象既帅气又可爱，让人心动不已。除了赵露思和王安宇，还有李云瑞、曹斐然、加奈娜、薛佳凝、颖等实力派演员参演。他们在剧中扮演了各种神秘的仙族、妖族、鹰族等角色，为剧情增添了更多的色彩和魅力。能够把剧中的人物性格和情感表现得生动和真实，让观众对他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和认同。演员们也在拍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和汗水，不惜一切地完成了各种艰难的戏份，比如高空飞行、水下拍摄、特效合成等，展现了他们的敬业和专业。《神隐》的导演陈嘉玲被认为是业界实力派，曾打造多部古装剧，能够保证剧的质量和美感。他在拍摄《神隐》时，不仅注重细节和美感，还融入了非遗元素，如贴布绣、折叠绣等，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他还运用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剧中的仙境、神兽、法器等创造了惊美和震撼的视觉效果，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幻的世界，感受到了神话的魅力和气势。他还对剧中的音乐、服装、道具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把控和要求，力求让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剧情的氛围和风格，让观众能够更好地沉浸于剧中的情节和人物。他还对剧中的演员们有着很好的指导和激励，能够调动他们的情绪和状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诠释剧中的角色和故事。《神隐》不仅在剧情、演员、导演等方面有着优势，还在平台方面有着强大的支持和推广。该剧是鹅厂力推的重磅作品，将在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等多个网播平台同时上线，覆盖了大量的网络观众，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的观看和追剧。还将登陆新湖南卫视，成为该台的年末档期的重头戏，吸引了大量的电视观众，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大屏幕上欣赏到这部古装神话大剧。不仅能够为剧提供了更多的曝光和宣传，还能够带来更多的收视和口碑，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和喜欢这部剧，能够在年末档期中脱颖而出，成为古装剧中的一匹黑马。赵露思新剧风头不输女主，又一新代言到手，浓妆脸像换了一个人。赵露思最近热度属实不低，一方面在和杨洋合作拍摄古装大 IP， 另一方面她出演配角的新剧开播，尽管是女二号，但风头丝毫不输女主，
不少观众表示李乐嫣和浩兜的感情线甚至比主演们更好磕。现在演艺圈的艺人事业发展都是非常现实的，不管是凭借综艺走红，还是靠着作品出圈，只要人气上来了，优质资源随后就会跟上。原来赵露思饰演程芊芊的时候就小爆过一次，这回又迎来上升期，直接一个新代言又到手了。3号还放出了宣传物料，自家粉丝开心不已。都说赵露思不管是生活中还是戏剧里，都属于阳光俏皮的小白兔形象，但这次品牌方要求露思换风格拍摄，从服装到妆容都有很大的突破。刚开始赵露思出场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很强的个人气场，离聚光灯越近越有范，灯光全部点亮之后，戴贝雷帽穿格子裙的露思好美好飒。拍摄片场给赵露思布置的场景也很符合她的现状，人红了以后曝光率也更高，那些幕布后面的群演也表现出了赵露思如今每次出门被镜头和粉丝围着的热闹景象，而赵露思挥手那一幕女王范拉满，众多话筒摆在赵露思面前，而她表情御姐范十足，这些场景都很写实，同时也意味着品牌方对赵露思影响力的认可，就是看中她目前的高人气和商业价值，人红了以后那种明星味根本挡不住啊。中途还有几个近景特写，赵露思的皮肤状态一直让大家很羡慕，即使平时素颜也很上镜，这次浓妆脸更是像换了一个人，有那种女团风采了呢。红宝石耳环配大红唇，再加上绿色美瞳，混搭的色彩也让赵露思看起来精气神很足，鼻梁始终是加分项。相信这些都是好的开始，赵露思前几年默默无闻演网剧的时候也只是被小部分人知道，如今已经可以和顶流合作，一步步走得很踏实。希望露思能保持这份自然美感和上进心，未来会更优秀的。Thank you.